打我哋捐款熱線。跟住嚟咧，有幾位咧好有才華人士咧，話要又出錢又出力咧嚟到支持怡康。好啊！可以利用自己嘅才華去幫助其他人，相信呢一份滿足感會更加大。以下就有一班朋友利用自己嘅才華幫怡康舉辦籌款活動，同埋奉獻自己嘅時間同專才嚟教導一班老人家。咁我哋睇到我好多學生都喺度咧，佢哋好多時咧，因為佢哋父母都喺樓上嘅宿舍度住嘅，住院嗰度，咁佢哋好多時咧 take 個 break 落嚟呢度上下堂咁樣，跟住又上翻去睇下爸爸媽媽啦。咁令到我咧對佢哋更加個感情又大好多啦。咁樣佢哋亦都好好啊，一同我哋講咧，個個都好好參與啊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啊，不如試下啦。咁我試嘅時候咧，就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幾多，但我就係抱咗個心，盡量去做，用個心去做。咁我覺得咁係最好。亦都對我哋嘅下一輩有啲教育啦，但係即係等佢哋知道嚇，關心下啲老人家，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。咁我覺得佢係意義非常重大，誒俾社會人哋知道去關心啲老人家。一嚟咧就大家都想參加個活動，二嚟咧就係、是、你覺得參加完之後，對於呢個中心亦都有幫助。助人為快樂之本，何況仲有娛樂在其中咧？咁係值好值得到做嘅。活動嘅成功令 Emily 更有信心。只要有心，每個人都可以為社會作出一份貢獻。而 Emily 喺怡康教排舞，同教其他學生有啲咩唔同呢？至於排舞咧，有個問題咧，即係要記好多舞步同埋好多動作，所以我會加啲好搞笑嘅嘢啦。譬如呢個係抹槍嘅動作啊，呢個跳舞，呢個 chest exercise， 我俾佢強化佢記憶，等佢記多啲。尤其是年紀大嘅朋友咧，佢記呢啲比較難少少啦，因為佢反應冇咁快。咁你俾多日常生活嗰啲動作佢記一下咧，咁佢哋會記得多啲，同埋有興趣多啲。即係帶到俾人哋開心咯。原本係冇乜活力嘅，俾佢教到你咧係好即係好 active 嘅。佢就住嗰啲人嘅年歲嚟教啦，有啲係老人家咪俾啲即係冇咁激嗰啲咯。我想呼籲大家盡量利用自己嘅才華同能力，呼籲大家一齊捐多啲錢資助怡康嘅。我哋為怡康獻出愛心，跳出關心。